永由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英格区长代表公所与在地企业永由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防灾合作备忘录，公司协力强化地方防灾量能。永由股份有限公司自这一次新冠肺炎发生以来，继合作中国沙轮公司及洪州药业，这次英歌公所和在地企业永由有限公司合作。英歌区长朱静平表示，本次合作着重居民与企业共同参与的防灾培训，企业不只是物资协助，也可提供避难场域，并参与公所防灾社区活动及演练，共同为防灾减灾而努力。它本身的场地也可以当我们的一个临时避难处所，或者他们也可以来协助我们做一些救灾的一些动作或物资的供应，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跟我们的永由企业来签署这样的一个备忘录，让我们英歌有越来越多的防灾企业，大家一起来守护我们英歌的健康跟安全。常年深耕地方的永由有限公司，平日积极回馈乡里，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成为口罩国家队，获经济部新增60条口罩产线中的10台，日产百万片口罩是全国口罩产量前3名。总经理吕淑婷表示，由于公司规模逐步扩大，员工数来到100人，盼能透过与公部门合作，增强企业防灾实力。我们从原本的30人的企业组织，到现在的100人以上的企业组织，那这个对于防灾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防灾备忘录，可以在落实在防灾上面的一个教育啊，然后还有一个减灾的能量上做一个最大的一个发挥。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永由公司担任守护国人健康的后盾。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公所亦赠送肥皂、咖啡等物资，公司互助，共同努力打造英歌成为韧性城镇。我说英歌，你说赞，英歌赞。记者刘安静、刘敏轩，英歌报道。